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收看由少帮主和笨哥为大家带来的一个韩服的这个测网速的这个节目啊。对，因为这个节目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很多玩家想买这个韩服，对，就是韩服降价了，是的，对吧？然后我们也是告诉大家这个韩服的网络状况是怎么样的啊，这样呢也是测一下网速，然后看韩服的水平到底值不值得咱们去。对，也许韩服还没有台服，还没有国服强呢。是啊，而且没准还比国服比台服要卡。是的。好，那我们现在就用了给力微博这个号啊，给力微博，给力微博，那么给力微博还是很给力的，很给力的，这也是我们之前做过韩服初体验的一个账户了。是的，嗯，那由于之前打到大师组以后呢，有一天状态不太好，某某人给咱们输到了钻石组，是吧？啊，是啊，这很欠呀、啊！土豆明这孩子，我、真是土豆明怎么能这样呢？你玩个人族，玩个神族，你去台服玩、啊？对呀、你非用我们这个，非用韩服玩，这让我很生气。是啊，但是这也没办法了，咱们的实力还是大师组的、啊。是的，所以说我们也是通过和大师组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嗯，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网速的情况吧。好，我们也是进入到比赛当中啊。啊，这个第一场，哎，对手用雷车头像，而且两个字，那他就叫雷车好了，是不 Vulture 吧？啊 ，Vulture 啊 ，Vulture 那个是雷本吗？啊，是啊，啊，这不会是我们的？这当然没准就是了，Vulture雷本吗？那我得进去一会儿问问他啊。对，得问一下。那这张地图叫太风之巅吧？太风之巅，没错啊。好，我们先来控制一下。那么太风之巅这个地图，你看，我们先问他一句啊，雷本，好，雷本。如果他回复我的话，就有可能是，就有可能是雷本了。不过我觉得他回复的话，也会是以问号为主的。是，没有回复，没有回复，没有回复，没准他是个瞎子啊！这不太好，你不要侮辱这个韩国先生。对呀、你看他看不见我们说话呀、刚才他戴一个眼罩，那个头像是戴眼罩的哦，那个头像是戴眼罩的，是的，所以是不是瞎子，大家自己去猜吧。啊，好，放下第一个水晶，然后进行探路。那么今天由于韩服的实力非常强啊，笨哥就多说一些话，然后帮主少说一些。啊、对对对，帮主哥这个不能把过多的脑力用在嘴巴上面。对，主要是你看我做节目的时候，在台服用这个台服的钻石组做节目，还是边打边说没问题的。你就用到大师组，有时候就贵了。是的，嗯，这个尤其现在网络这么卡。嗯，网络你看有延迟，明显有延迟，是肯定是有延迟的，七秒的延迟啊！我刚才 BG 早就拍出去了，现在你看，真是哎呀，太晚了！你看现在才造一下 BG， 你看现在才造一下，是的，进行一个探路。这张地图是四人图啊，四人图，这张地图帮主哥你要用什么战术啊？果断四 BG 啊，四 BG， 这跟笨哥的可是笨哥的战术学堂第二期里面学的呀！哎呀，那帮主哥你太好了，你居然还收看我的节目，是笨哥那次。是在韩服还是台服做的啊？当然在台服、哦，台服做的。因为我是要适用于这个广大中国玩家 的，我要去韩服去做的话，那到时候让韩国人学会了怎么办、对，那个不要让韩国人看到咱们这个，哎，看到探路了啊！啊，探路了，哎，第一点就探到，运气不错啊！是我准备在他们家一会儿直接拍水晶塔了，直接拍水晶。那你跟我使的战术一样的，直接从第二个水晶到第四个水晶就直接拍上了。不过我觉得这个级别的韩国选手吧。他应该是，哎，应该是可以探，就是侦查这个位置。我先尝试一下，先尝试一下。万一不行呢，最多损失100块钱，这都不是事儿、对，这都不是事儿。你像我就是把第二个水晶都拍在外面，是吧？对，拍一个水晶不算啥，两个、三个最起码，四个、五个不算多，七个、八个才潇洒。七个、八个才潇洒吗？那必须的，你要一次拍七个，人谁打得动啊？这，他好像发现了，真退掉了，退掉。你真怂，你怎么能退掉？要是我果断再拍两个，你看着我这是有后招的啊，有后招的。对。哎，你说这个使用地堡 rush 怎么样啊？地堡 rush 啊，对啊，就是造两个水晶堵住人家的矿区，然后在人家矿后边造地堡。有的矿，你看这矿后地儿太大了。那但是他那个点位好像好一点吧？我没试过这个，一般没试过的招，咱不敢轻易使。四 BG、这倒是四 BG， 这个大家都使啊。韩服大师组4000分吧？啊，4000分是啊，没问题。好，拍下 BG 了啊！哎呦，真卡！你看看，哎，你看，咱没造上。没到上真卡，哎，你看突然间都定住了。没，不是，那是因为我觉得我钱不够，先回去等一等，一会儿连续拍一下啊，连续拍、啊。对，哎，不是，我那是故意退掉的，但故意退但确实是网速卡了。本来就是造上，我就说，哎呦，对手来了，我当着你面拍下来，哇，这太霸气了，这职业选手才能有的这种霸气。是的，就告诉人族玩家，我就是要四 BG 了，而且你还挡不住，我就告诉你，明告诉你挡不住，你信不信？你说这人族现在应该怎么做呀？这个呀、你 GG 吧，啊，直接 GG，
这好的，这个少帮主给了广大人族玩家一个提示，就是当你看到四兵营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 GG， 然后去天梯搜下一盘了。是人族最后一个、啊，这样还可以节省一下时间。没错，到一个追猎者前线直接拍水晶，是拍水晶被看见了、哎，你居然被看见了！哎呀，这估计这个水晶要不保啊。是的，哎呦，有掠夺，有掠夺，人家这光头哥都来了，你看你还拍，你又拍在人脸上。这有实力的选手才敢这么拍呢。是的，哇哇哇哇哇！你看，哎，没有减速，没减速，没这、啊、没减速还行，啊、还凑合。这只是用护甲啊，好在人家啊点掉你农民之后，人家是在这个打你的没造好的这个水晶，但是你现在已经四 B 级开门了，是四 B 级开门了。这一个四 B 级，我们看这个，我说这个，哎呦，你居然打 SCV！ 哎呀，这种失误你也会犯啊！我跟你说，不是事儿。啊，好的，看看两个叉叉出来以后，我一下就有优势了，你看到了吗？是的，光头哥就不是事儿了，继续再传兵，继续传兵，啊，再拍一个水晶，不要卡人口，这个、对你这个前线都不需要操作，对你这，你要像我战术学堂一样卡着人口把人 A 死，就是卡人口了怎么办？去送兵啊，送完了兵你就不卡了，没错，你看这传了兵以后。是啊，我就赢了，这就哇！你打掉了对手有没有地所有的这个光头哥，有没有地堡？有没有地堡？叉叉顶前面，哎，没地堡，没地堡，没地堡，还是血弱的这个血少的这个建筑物独口。好，很多 SCV 啊，你应该追猎者点 SCV 啊，先抢点试试，点掉了的话我，哎，这个真汉娜还没有升级好，这追猎者，不行，这个、被打的有点疼啊，这个得点，后面继续传贼唠的 SCV 了，这个啊，得先点追猎者，对，就点个掠夺者点 SCV， 你现在掠夺者是一次出一个，你追猎者是有三个、四个在一起输出，三四个一起输出，先行了，他已经晋级了，他已经晋级，你看他后边还造地堡，但是造不过来，你顶多晋级一个光头哥，晋级光头哥对于叉叉来说就是浮云啊，是的，好，破口了，破口了。拉农民了，拉农民了，强点他地板，不要让他 SV 修，强点他地板，哇，太激情了，这就是四 BG 呀、啊，哇，四 BG 果然威武啊，进来了，这韩国选手这四 BG 都挡不住，真是，你说他要去台服得输成什么样，连 GG 都不打，太没素质了，是的，这也是体现了咱们这小跑网速太卡了，是，确实是，要不然我觉着这个前期农民就能把他击败。哦，原来是这样。汉路农民进行一个骚扰，然后直接带走对手。看对，加24分，24分应该还是挺有实力的一名选手。那嗯，我们来看看他是什么族吧。看看，会是啊、哦，钻石组的。钻石组，钻石组，我估计不会超过前三。我第一名，钻石组第一，钻石第一名，3500分，3500分，哇，3500分的，它相当于一个大师组3200分了，3200分左右啊，一般升级以后是减300-400分，对，减300-400分，减300分左右。那么其实我这个号就是咱们这个号，应该还是遇大师组会比较多一些，对，希望接下来能遇到大师组，钻石组，你看看四 BG 轻松带走，当着你面拍下来，这四 BG 都挡不住，你说这样的韩国选手要到了台服，这他能进白银组吗？最多是青铜的第二。啊、哦，青铜第一，青铜第一都做不了，真是。上回我还输给一个青铜第一的，那个青铜第一是得60-70连胜吧？是60-70连胜，大概是反正。好、哦，这是什么呢？还是人族？这个名字有点个性啊，有点像俄罗斯人。这个叫海尔什么什么？哦，那就叫他海尔兄弟吧，海尔兄弟啊啊，俄罗斯选手海尔兄弟，俄罗斯的海尔兄弟。嗯，那么我觉得。这应该是老外，就是不是？你看他选的那个头像都那么重口味，哎、这盘好卡呀！确实，你看这农民，有点哎呦，哇，有点定了，这个顿的有点严重了，这个感觉有点像我当初录的那个视频啊。不过我当初录的不是网络原因，是你是机器问题，对，是机器问题。这个韩服啊，你看咱们不开代理的。对，咱们主要是不开代理，为了让大家省钱，不要买代理。对，就是直观的了解一下韩国的网络现状，韩国的网络到底怎么样？是的，对不对？那这盘这么卡，你打算怎么打啊？要不然就用我说的地堡 rush 是吧？那地堡 rush 那种低级战术，咱们怎么能用？裸双，裸双，是的，裸双，你没有听错。可是我那天裸双的时候，被人家就直接带走了。你要相信帮主哥的神族。我上一次灭了这个小 T 的时候，还有那些西瓜啊、罗娜都向我挑战啊。我觉得 A 他们确实要给中国咱们职业选手一些面子啊、哦，所以你都不敢裸双？跟他们打，跟那个罗娜打，我也裸双啊、哦，你也裸双？对，后来被带走了啊。那你能告诉我们是怎么被带走的吗？啊，算了，我懂了，被 SV 直接带走了。好，咱不说这个问题，我现在教的大家就是在韩服面对什么钻石组、大师组，我们而且还得卡的情况下，越卡我越裸，这就是实力的表现。是的，是的，我们看一下。这一盘，哎，看到他的 SCV， 那么他肯定是在这个点了啊，那应该就是这样了。好，那在一个对点的话，你的裸双就优势极其巨大了。是的，15农民裸双，
这张地图呢是比较长得比较像这个大都会，哎，所以说对点确实距离要远一些。看我小操作，看我小操作，哎，去焊对手的 SCV， 对，费一点是一点血，他就得花钱修啊。现在是15农民了，15农民之后停农民，然后准备裸霜，拍一下二矿，然后再继续补农民。好的，这个农民已经拉到了位置。啊 ，BN， 我不像 MC 一样还把 N 抠了的。啊，是的 ，MC 是用鼠标左键点的。是 MC 开矿都把 N 抠了，讲话就单矿一波流。那咱们单矿能打？不对 ，MC 改键了。哦，改键位了啊，改的是那个 BE。没有，他把那个……哎，从这个人族已经看到我家里了，他已经知道我裸双了。嗯，但是帮主哥就是霸气。是的，哎，第一个 BG 造在高地上面，对，这个很有讲究啊。这很有讲究，就是说如果对手那个在下面造地堡的话，你第一个 BG 后面可以补一个水晶塔，保证能出兵啊。哎，对面拍基地吗？他不可能拍基地，这是应该是兵营，兵营多口居然敢。哇，他独地口赶紧拉农民。哎呀，好，他应该还会拉其他农民过来。焊掉了，我里外都要造兵营，这样出兵里外包夹呀。我觉得你，哎，你看人家又来 SV 了啊，这个哇 SV 人家修那个应该是兵营是吧？对，这是兵营，应该是修兵营，一定要 A 掉他，这个 A 掉的。哎，这路口没堵住，哎呀，这位人族学生怎么研究的建筑学？他肯定没有开那编排，太菜了，真是的，太菜了，连堵口都不会。是的，这就是裸双三 BG， 教大家这种这个神族由少帮主创造的打法。大家记住，没有任何一个职业选手敢使用这种战术在这个天梯里面打，而少帮主教大家裸双加三 BG 的打法。那么这叫起个流派吧，就叫帮主流。叫不是测网速流，那个，人家这回又造了一个房子，这回是真的堵死了。三个农民可以杀三个农民先焊他机枪，哎，人家机枪跑了。星空加速给到这个 BG 身上，哎呀，三个这就跑了，两个，哎，死了两个，这都不是事儿。他没修地堡，我什么都不怕。对他没修地堡，他把钱居然造一个兵营，这时候要再补一个水晶在后面。好的，这个农民也要死掉了。不是事儿，现在三个 BG 已经成型了。我这个叉叉先把这农民宰了，别让他毒死。对对对，先把他宰了，对，别让他维修。毒死，这死俩农民都不是事儿，一会儿全补回来。对，那个基地估计他要现在打的话，五分钟以后能爆。好，现在他有三个枪兵，我有两个，我有三个叉叉。然后这一个 Zlod 追着机枪满街跑，家里面要不要造 BY 啊 ？BY 吧，他造 BY。对，因为正常的他要发展科技。是的，这个四个叉叉他肯定得退了。我四个叉叉打这个。好，果然退了，还送俩房子，这样的话他卡人口啊。对，奔哥，请帮我起一个战术流派吧，我觉得我这个战术已经很成型了，是吧？成型了，对，确实是。好，哎呀，这边能杀一个就不错了。这边三英战吕布，结果四英啊，四英，这个他组了个四大才子战吕布，是他就差一点组一个 DOTA 俱乐部了啊、哦，这个。自组一个老干爹大战少帮主，这就是哦，原来是这样。你看我这边都有六人黑了，哇！现在帮主妄造气矿了。哎呦，你怎么能这样呢？好，你这 BY 造，我直接三 BG 贼老的人带走，三 BG 贼老的。我们看现在几个贼老的了。这就是什么呀？如果人族敢前压我，他不会走科技路线，我就三 BG 贼老的直接给他带走。我觉得他有可能开矿。他开矿更挡不住了。对啊，因为他看见你开矿，他心里肯定不爽。你看这套战术，这现在贼老已经比机枪兵的数量都多了，追着机枪兵就打。本哥，哎，果然开矿了，完了，他输定了，我就进来了，势如破竹的杀了进来，六人黑呀、啊，哇 ，A 了过来，一女二照三点位。我们看现在 SV 在和哎这个贼老的卡的，哎呀，这个网络线又出现了问题，这个输出，我这一女二照三点位，四关五马六张飞，我这是哇，好猛啊！操作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啊，他干不过工人阶级，这个、就要 GG 了。这个人族要走远了，地堡虽然修好了，但是没有机枪兵可以进去。GG。好的，我们第一盘测网速这么卡的情况下，第二盘了啊，第二盘哦，对，刚才四 BG 带到了一盘啊，就我说明这盘更卡。是的，这盘确实是从开头一直采矿的不爽，毕竟对手是一位俄罗斯的选手，是俄罗斯的选手，我估计也就是个钻石组的菜鸟。啊，才加二十分，那很有可能是钻石组。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海尔，这个还是有点卡，这个点击这个画面它都大师组，我这居然是大师组的，确实，看来我的水准已经超越了大师组。虽然他只有2700多分，但是进了大师组的人大家都懂的，对，大师组的名额有限，大师组名额有限，就好比这个我们为什么降下来？不是，就好比这个抢这个游戏的激活码、内测码什么的，那、我们往上看一下，看看都有谁，哎，这个是这个 Kirill Zenis 啊 ，Kirill Zenis， Kirill Zenis 啊，哇，
Zendis 战队也收受了英特尔的贿赂啊，是啊，酷睿这原来不光是优酷收受英特尔的贿赂，那都是神，他们都收神族的选手。好、啊，这个是啊，冬天 Winter， 哇，山寨冬天，山寨的冬天，哎呦，冬天你都山寨了，真没溜，真没溜。哎，这个这 Upline 这个这贾赛王，贾赛王跟超越打一个是吧？他居然被放出来了，是他不蹲局子呢吗？嗯，啊，这个是RVN 的拥化。永化好像是，这我不太了解，是战队联赛里打过比赛的，忘了是哪个战队的了。永化、哦他原来是 RVN 这个业余联赛的啊，业余战队的。对，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还有谁，这都不知道。练哇这练你居然偷偷的玩重组了，是练已经开始练习重组了，而且跟这个刚才我们战胜的这个人一个小组，而且那个人就比他第四名 啊第四名，你看就第五名啊，第五名，确实海尔兄弟也是非常强的一名人族选手啊，是的，但是在我的3BG 叉叉兵啊，裸双 3BG， 大家记住这种打法，裸双 3BG 的叉叉兵面前一切的都是浮云了，是的。那么其实咱们大师组早就已经有这个实力了，就是让土豆明输的，真是的，土豆明太菜了，以后我得改密码，不能让他玩人族。是的是的，你再来搜下一盘吧。那下一盘，好的，今天的这个广告时间是非常的给力啊，大家看到了，是左侧的是少帮主，而右侧的是谁呢？啊，是我啊，是笨哥。好的，那么我手里拿的这个艾瑞克的6230机械无冲机械键盘也是非常的给力，我跟笨哥都在用，而笨哥手里拿的是什么呢？我拿的这一款呢是 Cherry 的唯一一个红轴的键盘，哦，唯一的哟啊。那么它的价格呢也是在这个少帮主的网店里，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我也是写了几个字 ，Cherry 在手，天下我有啊，很霸气，很霸气。那么第二件商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哦，没错，就是这张这个我穿上去啊，这都是实拍的啊，少帮主实拍的，我穿上去这个 StarCraft 2的这么一件 T 恤的，也是暴雪的正品。刚才我跟孟哥穿的也都是吉姆雷诺那件衣服。对，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这个背面是什么样的啊，三个族的标志。哦，哎，做的还是比较精细的啊，是有一种那种朦胧的感觉。如果你喜欢呢，可以登录少帮主的淘宝店，少帮主汉语拼音点淘宝点 com。谢谢大家这个收看广告，马上回来。啊，这盘希望再遇到一个猛男啊！啊，然后希望不要卡。2-0了。啊，两胜了都。是啊。哎呦，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这咱们太 easy 了。是的。简直就是咱们群里的 easy 妹妹啊！好，咱们继续来。哎，这盘有点搜的时间有点长啊。还行吧，基本韩服搜的话呢是很快的，就20秒之内就能搜到了。嗯。啊。哎，搜到了。嗯。看是什么族。哟，三赖唱，哦，这是中国人，这是中国人，真的，这是中国人，你上来就可以跟他打招呼。ETD 战队的呀？哎，他是 Zero 战队的吧 ？ETD 战队的，哎，他跟土豆明打过一场啊。等会儿啊，先问他是不是 Zero 的。Zero， 好，哦，在，我应该是 ETD 的，我觉得。好，问一下是不是啊？你这么确定他是 ETD 啊？我头两天解说过他跟红安的比赛，是吗？红安挑战，哎，哈哈，帮主哥，这个一到了韩服，这拼音都不利落了。是少帮主，啊，少帮主，你一下暴露了你自己的身份。没关系，这都不是事儿。这你岂不是要被对手直接带走了？我跟他认识，主要是啊，认识啊。但是你一暴露你自己的名字之后。结果你应该知道的，哦，哈哈，他打我败人品了，是这意思吗？不是败人品，这个你忘了那个从零学起那个账号的悲惨故事了。哦，等会儿啊，你看帮主哥，你这俩人都不会说中文了，是这一到了韩服，你看看，你敢？大家千万不要再买韩服了，你要再买韩服的话，你的中文的语言能力都要进行一定的衰退。你说这，哎，我说你敢让我赢吗？他说不敢。啊，确实，他太怂了。他的意思是敢让你输。哦，好。那么这一盘，哎呀，我怎么水晶放路口了？真是你怎么水晶放路口了 ？PVP 呀，啊，你这个失误巨大啊！探路农民好像他也更早一些哈，压力好大呀。Sunlight 确实很有实力的一名选手，是的，他据说是他打了将近5000盘了。我记得那次，因为我的这个号里，哎呦，这卡的真严重，太卡了。这个韩国的网络真是服务不行啊。嗯，这个在。哦，我的这个号是有的好友的，因为他之前跟土豆明打过一场嘛。啊，土豆明打一场怎么样？啊，然后很有礼貌，说我很荣幸和你交战，但是跟土豆明这么说的。
啊，当然土豆明呢也当然不让他说了一句啊，我也很荣幸。土豆明这啊，他就装怂，真是的，老装，哎呀，老装，其实很有实力的一个选手，是的，他就是降级嘛，降级选手嘛，真是的，他就是降级选手。BY， 好，走 BY。聊天影响了我的进度，刚才我都卡人口了，你知道吗？啊，我还真没注意，我第一水晶就卡人口了。嗨，这都不是事儿，这卡人口，人口这东西卡卡更健康。你要根据我的理论，从直播里现在我告诉大家，我这盘啊让三来的啊，让着他，因为他呀很辛苦，打好几千盘在反复练习，确实练习量很大。我能让他赢，咱们做节目嘛。对于国手来说没必要，啊，对对，然后轻松一下嘛。刚才像韩国人和俄罗斯人就比较轻松，就 A 掉就可以了。对，这盘呢，这个主要是我们还是这个少帮主还是要给啊我们大陆的选手、中国选手啊一些希望、一些这个机会啊。你看你这边都不探路了，你再让着人家，你也不能这么让着，你起码知道人家家在哪儿吧？人万一人家家在十一点钟呢？十一点钟啊，十一点钟还被俩岩石堵着，哇，多好！你四 B 都上不去。是。我出 VR 开视野，好好，那等到那个时候，估计人家巨强都开始扫了。我拍我水晶，我的拍水晶，他是强拍水晶，这我忍不了。这不是我叉叉兵还来了？哎，这不是我的战术吗？这得用一个农民加叉叉。这我早在丛林学习里教过大家了。不是，我的一个伪神族跟我打什么招呼？不是我的意思是把第二个水晶开始就拍在野外。啊，是啊，好，他果然是他拍了，拍了一个不算傻，两个三个最起码，他现在属于最起码的状态，最起码的状态。他至于会不会拍到四个五个，我四 B G 都忘了补了。哎呀，你真是，你看你存的那些钱，这都不是事儿。这个刚才告诉大家没有，让着啊，让着，对，觉着没有必要。其实啊，都是我经常都是国手啊，像咱们不在乎分，他还是比较在乎。对对对，应该让他就是有更多的机会。来接触这个更高一些的这些韩国的实力啊，实力比较强的这些选手。其实他能够跟少帮主以及笨哥在。哎呦，你看人家就穿兵了，穿兵，你穿兵的时候为什么不 A 呀？让人。这时候其实你第一时间就应该 A， 然后四个得到的瞬间就没有那个护甲了。护甲会比较少，对对对对。这笨哥说的太对了，你看你现在就没法采矿了。我卡。对，这个网络是非常不好的。这盘应该是没戏了啊。对，其实都不是事。对。哎，你看你这个，你，哎呦，帮主哥终于会说中文了，给你面子哟。哎，帮主哥，你怎么能败人品呢？你这，哼，你这输了不能找借口的。这不是事儿，哎，这么熟的人了，对不对？记记了，咱们都还不允许着吧两句吗？这有失绅士风度，没关系，是吧？这都不是事儿，我一会儿回头就说是笨哥打的。这，好吧，其实我 PVP 经常被这招带走，哦，我都习惯了。来看看他的实力吧。啊，大师组这是肯定的。嗯，哦，哎呦，三千不是重点在后面，他打了将近五千盘，将近五千盘啊，五千盘，虽然分并不是特高，三千一百多啊，但是打了五千盘啊，这一slow one 这 ETD slow one 是一个小朋友打的，啊，居然比他排名还高啊，哎，我觉得不是他在打吧？不是这个 slow one 这位朋友是在我这个韩服二刚买的时候，然后晋级到了这个钻石组，是。然后刚好遇到他从天梯大师组掉下来，呵啊，这么挺巧的，啊，我们俩在一个组，啊，没法弄，嗯，会不会有人说少帮主您这语气词能再多点吗？是，嗯，呵，得着，你说相声了吗？没错，这个帮主需要用英文来做一个配音，是啊，然后，这个组确实好像没什么熟人哈，嗯嗯，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熟人，最高的也四千分了。好，我们看一下下一盘吧。嗯，下一盘，下一盘怎么着呀？搜个 MVP， 有点困难。不对，搜 MC 是 Top 20里边最后一名，所以我觉得搜到他的几率要大一点，是吧？是的，如果是 MC 的话，我果断4B级把他带走。是吗？嗯。可是 MC， 我 MC 的话，我就那个16农民4B级纯叉叉，才57不踩那种战术带走他。哦，那个战术胜率高吗？挺高的啊，就是出其不意呗。NW， 哎，台湾人，这是中国台湾的呀。啊，中国台湾的啊，中国台湾的 NW 战队的 Jeep， 这个人好像我在战队联赛里面看过他这个 ID。啊，但是这个台湾吉普车遇到这个帮主兰博基尼，这个差距有点大啊。我是拖拉机，我碾压他。哦，碾压，哇，帮主，我是老吊车，我把他吊起来。帮主拖拉机是这个让我想到了扑克牌啊，嗯，拖拉机。好，那先问他一句，好，问他一句 TW， 好 TW 吗？
这他都惊呼了，哎，真的呀 ，I am 少帮主啊！这帮主才告诉他我是来自于 M 战队的，我和 MVP 雀茶一个战队。是的 ，M 少帮主。他说最近 M 战队这个 Lucira 就是你的队友 Lucira、哦、最近很猛啊。Lucira 好像最近是在战斗联赛里上演过 OQ 是吧？啊，对，一穿四啊啊，然后后来又一穿。反正后来又就是属于那种稳定得分了，是啊。这位台湾选手说 ：“I hurt you， 哈哈 ，I hurt you。”嗯啊，哎，你说这一盘你看网络还是有点卡、啊，进来了 ，good luck 啊。哎，你把水晶造在哪儿啊？我都没有看到啊。造在上面那个。哎，你为什么要造在那里呢？不让对手看到。可是对手探路的话，看你水，看你采矿。哦，不是，一般人进来，他先找你水晶，啊、这不得让他晚反应一秒，咱就赚一秒，啊、对不对？哎，大家注意啊，这个烟筒就是让你偷建筑用的。啊，原来是这样，帮主哥你太坏了，本来网络就卡，你居然还要造。而且大家注意，刚刚我打了 good luck GL。哦，打 GL 意味着什么？就要放大招。放大招啊，对不对？好的。这个、啊、对手好像也打了啊，对手也打了。那你们就两个人对着，大家注意，我现在是这个双线探路啊啊，双线探路，双线探路有现在帮主哥防六地，就是说能第一时间在对手家里先拍下水晶塔，让地堡成型的更快一些。好的，现在知道对手的位置了。哎，你这水晶造在这儿不好，哎，不要造在这儿，不要、往前点。对对对对对，就这儿 ，over 了 ，over 了。你很有研究嘛？那必须的，你放过这个。我没放过，但是我也被放过。哦，被人放过是吧？是的，这个放人的经验不多，被放的经验是非常丰富。你知道放这招最强的是谁吗？啊，是谁啊？来自 WE 战队的 Super 愣男。啊，愣男啊！哎呦，我一直觉得愣男他是属于那种拉着农民就过去 A 人家的选手，结果他第二个水晶塔啊，这个水晶就是探视野用的。对，探视野同时可以在上面造地堡，因为我这个水晶塔，对手拉农民了，拉农民了，他肯定要拉。这个是肯定要拉，他打的同时，我看他拉几个，拉几个，哦呦，他拉了12个，十个农民，太多了，啊、真的有点多、啊。萝卜开会吧，这不、哦，哎，你否掉，没否掉，我想说等最后一秒再。哎呀，你这最后一秒等的有点大，不对，你本来是最后一秒摁的 ESC， 你看两个农民有效果了吧？哦，现在两个农民有优势，哎，对手 Zlot 居然没有管，那你这个农民进来了，是第一个农民，哇，顺利的打掉了对手的这个建筑，哎，这边地堡放不下。哎，这是我计算当中的。你这个建筑学真是悲剧。不是，如果你这个再往前造一格，他在采矿时就能看见你了。这是研究。但是你可以往下造一格啊。往下造一格，那就起不到那个作用。没事。不是，你就是赢了，看见没有？啊，是，这倒是肯定赢了。好的 ，GG。好，恭喜这个 IM 少帮主。谢谢大家对我、啊、战胜了这个吉普车。嗯。啊，拖拉机成功碾压。吉普车。啊，好的。那么。这是赢几盘了？三盘，赢了三盘了。三盘了，吉普车看看是什么组，什么、什么级别的？吉普车钻石啊，钻石组，他打的不多，你看他才打了118胜，是啊，那也就撑死了打200多场。对，200多场确实不太多哈。嗯，你看他上面都打了几千场了，是他们的都比较多。我们来看看这个这组都有谁吧？对，这组都有谁呢？哎，这卡尔，哇，这 STX 战队的。当家神族啊，星期一的这个猛男卡尔，这六龙之一啊，六龙之一哦，他居然偷偷的玩，我看一下，对，看他什么时候来的，1月31号啊，这是2011年1月31号，那这春节期间，春节期间，这你春节期间背着你的队长，背着你的领队，你居然而且还敢用卡尔这个名字，对，哎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嗯，这个爆料了、啊、这个 KESPA 请处罚他，艾瑞克好的，那么既然说到艾瑞克，那么现在听一听你现在听到的机械键盘，少帮主和笨哥正在使用的机械盘就是艾瑞克的6230这款机械键盘。那么少帮主的网店少帮主点淘宝点 com 也是正在出售这款键盘，而且全球最低价哦。笨哥来告诉大家是多少呢？不是988，不是788，不是588，只要488哦，488。好的，那么广告到这里，我们来看。哎呦 ，Lucifer， 这不鬼王吗？鬼王 Lucifer 啊，哇，这个、鬼王加入了 Prime 战队，他不前两天刚加天路吗？他尖队，我尖队，我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发现了不少料啊！是啊，卡尔，这然后阿普麦这个上面没人了，没人了啊！还有那个 Lucifer 尖队的 Lucifer 尖队，还有谁啊？我看看啊，下面啊，刚才有 Lin 是吧？重复啊，对，还有 Lin， 还有重复的 Lin， 哎，我看下面还有艾瑞克的老板，艾瑞克的老板也是在这儿。
打起来了，然后反正各种名人吧，对，各种名人啊。那么今天的测网速总体来说，我总结一下啊，啊，首先第一，韩国网速比较卡，是的，不适合国服的人去登录。对，因为他们服务就差，所以才减价。对，服务差，所以他卖不出去了。他想用钱来吸引我们中国的玩家，所以我们中国玩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绝对不能去。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韩服的实力啊，就是这个实力吗？我觉得属于两极分化。除了我让咱们的国手获胜以外啊，其他的好像碾压吧。啊，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少帮主将来会在国服玩。对，我们都会在国服玩，邓哥也在国服玩。那么如果大家看了今天这期节目以后也知道了，韩服的水平很一般，在国服你能跟少帮主跟邓哥一起练习，那么还有很多的国服的职业选手，那么大家一定要支持国服了。那必须的。对，然后第三点呢，应该就是这个台服全是国人，真是的，不是，你到了韩服也是国人，韩服全是国人，你说啊，还是不如回国服，咱们玩一个痛快的网络，对不对？真是的，只要20元每月。对啊，国服只要20元每月，那合每天多少钱啊？每天也就6-7毛。六七毛，那我坐公交坐地铁都不止。真是的，你每天11路上车是上班啊，11路上班把这6-7毛省下来，那我就可以玩这个国服了。是的，所以呢，在国服还有2天就要开放之际，对，就两天了，两天要开放之际呢，少帮主和笨哥也是祝大家呢早日玩上这款游戏，并且能够早日加入到国服当中，一起奋战在这个国服的前线上。对，我们不能输给韩国人。是的，我们为国服加油。那么希望大家踊跃的购买国服，以及到最后还要说一下，如果国服的话，你可以咱们建个频道呗，哪个频道可以就是让大家就是平时聚会的或者到里面就是你说约战都可以。这个频道不随时都能创建吗？是，咱们定一个名字告诉大家。我想到了啊，帮主您说。你看啊，啊，在这输入。对，只要你首先啊教大家，就教学节目嘛啊，点那个时间左侧的这个弹出框。对，这个叫聊天频道。聊天频道可以有一个输入框，那么我这叫搜索频道。这都不是事儿啊！注意儿化音啊！这都不是事儿频道，这都不是事儿频道。以后呢？你输入，我们就在这个频道里面。没错，国服这都不是事儿的频道。那么希望大家踊跃的加入，在这里，你少帮主和笨哥只要上线就会加入到频道当中。是的，跟你一起聊天，一起对战，以及我们有更好的这个教学节目，可以在这里给大家做演示的 rap 教学，等等等等。好的，这都不是事儿。那么希望国服将来这个频道会是最火的频道。对的，我坚信没问题。感谢大家这次的收看，那么这一次的测网速节目就到这里了。好的，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了，再见再见。